家里墙角位置的顽固污渍，清洁不到怎么办？沙发底、床底弯腰清洁困难怎么办？厨房、餐厅地面有油污，冷水擦不干净怎么办？如果有一个增压减负擦顽固污渍，高温重压去油污，可以躺平并且遥控擦床底的神器，那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？我们家接近200平米，即使没有请阿姨，光脚在家走一整天，袜子也干干净净。那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？除了拥有空气净化器和扫地机器人的配合，这款天可艺术家洗地机也功不可没，强烈推荐给大家。先说个结论，这是一款革命性的洗地机，经过我们长时间的使用后，它可以说是无可匹敌，颇有一种独孤求败的气势。外观方面，它的机身配色以及线条让人联想到迈凯伦最新的混动超跑 Artura 的 Novatic改装版，都是富有科技感的流线型，特别是在躺平遥控功能开启时更有相似的感觉。与常见的洗地机不同，这款天可艺术家将清水箱放在了拖头的位置，同时他把污水箱放在了机身的位置，这样设计带来一个明显的优势，机身更加轻盈，操作起来也会更加灵活。相信大家特别是女生在使用扫地机后总有一个这样的体验，长时间使用后手腕会特别的酸累，而这款洗地机呢，恰恰是因为把清水箱放在了机头，从而大大的减轻了机身的重量，再加上助力马达的加持，清洁地面是格外顺滑省力，清洁能力非常的强大。天可艺术家的吸力甚至升级到了18000帕，同时拥有高温蒸汽去油污的功能，在清理厨房地面顽固油污的时候特别得心应手，遇到地面重度污渍的时候，机器30牛的下压力能够轻松地将地面清理干净。至于不缠绕毛发这种雕虫小技更是小菜一碟，这台机器还可以完全躺平，配备了遥控功能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松地清洁床底，甚至不用弯腰或亲自动手操作。还有一点，这个机器的毛刷的这个边特别窄，在清洁墙角时毛刷几乎可以完全贴边，弥补了我家扫地机器人无法触及的边边角角。结束打扫时它还能够自动回退擦干残留水分，这就让我们家的地面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，可以让我们在家光脚畅快地行走。续航也是满配，6250毫安时超大软包电池和一升的巨无霸清水箱，足足能用75分钟，500平的房子也能一次性搞定。至于这台机器的其他优点，如长续航、快速充电、3种机身颜色可以选择的，就留给你们亲自体验吧。